jungle. Audio Jungle. 记者主持人，雨山主持人，雨山新姓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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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姓新。2018年1月2日节目时长59分40秒，点击收听。新姓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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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星星，新星星，新星星，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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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。新闻提要：上半场，环球新闻猖狂高调歹徒新年洗劫马尼拉饭店大厅，伊朗反政府示威燃烧警，遇袭143伤美联军将领 ，IS 虽失九成土地，仍危险涉性骚扰。挪威反对党二号人物暂遭谢指美机场电脑停摆二小时，国际旅客受延误。Aspigo 等于 WIDOWADSBYGOOGLE Bush， 纽约市长白思豪就任第二任期官导，提高最低抽烟年龄至21岁。美国冻僵亚伯丁零下36度挑战极限。本地新闻湾区，本冬季第18次空气质量警报，捷运新年票价上涨，湾区城市最低工资上涨。科技新闻 SAMSUNG 称，只有少量 Galaxy Note 8存在电池问题，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慧演算法预测的区投票分布，科学家制造出最稀薄的液体，比水稀薄一倍。焦点新闻，川普表示伊朗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，专家表示白宫可通过海上封锁杜绝向朝鲜走私石油。神韵旧金山首演在爆买观众矬，新年最棒礼物。新闻题要：下半场环球新闻，韩国提议1月9日与朝鲜举行高层级会谈，韩国是重启版门店管道，朝鲜未回应。ADSBYGOOGLE 等于 WIDOWADSBYGOOGLE Bush， 民航喷射客机飞行2017年最安全。以色列美副总统来访再度延期，旧金山货车撞行人七伤警无关恐攻杀乌比阿联，开始增值税。波斯湾国家创举教宗新年弥撒，扬起生命中的无用包袱，寒潮袭美南达科，他周负36度创99年纪录。本地新闻，残障停车牌新法律新年生效，湾区捷运新年开始加强查票，加州中央山谷农民们担忧前旱持续。科技新闻， LG 将在2018 CES 大会上推出88英寸 OLED 电视，智能门锁公司OPTO 宣布暂停运营。天文学家发现超级黑洞，决定新星的命运。财经焦点新闻，川普批评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。川普即将执政周年，美国媒体评价最有分量的总统是一星星，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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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星，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。